来，你虽然它没有力量，这个没有出来，它不会。你一直往被淹掉一半啊！那、啊、你泡 S 那车就没有人要了、啊。然后你的东西都湿掉了。打常常嘛，有这种的。然后，那有一次在山上，一个小姐爆胎啊，我们已经打到叫道路救援了，八尾营啊，等到明天再说，等到有空再去，懂吗？去的。我说你最少要500块起跳，我再去。我说我计程车跳到那边就不止500块，我帮你换个轮胎，还再给你收300。他用 Google 的。我告诉你，那个温泉桥不能过嘛。我带了一群人去温泉里面脱困啊，300多名游客啊。结果你知道吗？我带车队进去，没有人知道路哦。我知道路，我就叫他们在派出所集合，等我8点出发这样。结果你知道吗？那个新闻报道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然后哦，他们还要当地人带，当地人哦开那个20人座，一拜一拜，就上去浩浩荡荡去跑那一趟了。我已经跑3趟了。我第一趟是带车队的司机全部带上去一趟，你们等一下自己认路，自己下山，所有的 case 等一下自己录。我绕比较远，我先到，就是这么好玩啊，对不对？我还可以绕路哎，我有替代道路啊，还有金针山班那个山上的路哈，上山啊，登山，所有的人说，家人都不知道，平常都没有做功课嘛，怎么会知道路？对不对？嗯，无敌海景，想要看天夏天的时候，这里像希腊一样，真的、哦。对啊，现在也很漂亮。是啊，圣托里，左边就是南非叶，扁条斑鸠菊，你看前面也喝平安茶。哎，我还忘记打电话给姐姐，快泡茶。哎，算算，等一下好了，不用打了，已经到了，忘了打电话叫姐姐煮咖啡了，到了再煮。没关系，可以等一下。嗯。我一直讲话都忘记了，你看看。但是我刚刚有跟他讲，工作很随意哦。随性哈。好，那你再就开到你要带我们去喝咖啡的地方。有啊，我们有指标啦。神秘秘密。黄金果园的卖是什么水果？青真的开上来了，来。这个都。自己加冰还是原来？不是原来，原来就有含果胶啊。嗯，就是不是，它这个没有脱的很那个的。哦。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是品种不一样，它有一种叫那个荔枝黑小不一样，我不知道这两种它的做法不一样。嗯。它的原生第五位嘛哈，因为另外一款是我的款。冷气好，这个是里面加的南非叶，还有我们台湾的这个国宝叫做鹿耳树、贡树，还有那个蚕丝叶，还有我们台东仙山，哎，开玩笑，那个你看蚕宝宝，这个吃是最主要是降三高，啊，当你还有它把它，我们台湾我们很喜欢喝饮料，把它改变你喝饮料的习惯。用这个茶饮，那这个东西一天就要喝完，如果一天没有喝完，它就第二天就坏掉了。然后它里面还有加我们台东的那个秋姜黄、秋玉金，就是姜黄素。姜黄素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。那冲多久？冲上去开了就好了，那现在就可以喝了。主要是它还有一个叫做。你就说一包就可以冲那么多。1000CC。在我们这对，我们这是我们的咖啡棒，用冠军咖啡做的。单位是安怎？咖啡因的单位安怎算？我还不明白。100CC 有。它是单位。你说怎么样的单位？就是说最高，比方说你这个是100，那100PPM就是100公克，去检验出来萃取出来的话就是100。100PPM 最比方说最高是200还是400？不对，最高的话他们像说不是这个没有一个标准，咖啡因过高的人会喝多了会心悸，对，那我们这个就是低咖啡因。低咖啡因为什么会低咖啡因？因为前面有这个太平洋，太平洋的话它每天这个海的雾气从这边飘涌上来啊，那你看看从
后面这边有像一座这个龙椅，你看啊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对，等于说，看到你，你来到底下去行行看看，非常棒哦，哈，对对对，吴秀峰，哎，我就是，哦，真的厉害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幸会，对对对，那我们这个就是专门在研究咖啡，我先生哈是咖啡协会创会理事长。目前哈，台东县有21班，21产销班哈，就是对。那有种植大概将近500公顷的咖啡豆哦。这么多？山上吗？对对对，我们台东有的都是山，天气比较少。对，所以讲阿天来讲到对。碧谷坑较出名，在原来在遮。谷坑都外国的。对啊。对呀，啊，不过阮家是道道地地可以用吼 DNA 检验哦，哎，阮会当做到安尼，哈，现在阮打屁股都没有宣传，啊，是是是，哎，希望说你们今天到这边来，到此一游，帮我们宣传一下，会会会放到那个。感恩，谢谢，嗯 ，YouTube 上面哦，谢谢谢谢，那家就点头要拍这个，点头看，那家就我们来拍这个，可以啊，进去里面还有可以拍的，多少温度这样子，是是是。你们可以续杯，哎，不用怕睡不着哦，好，不用怕哦，哎，对对，不会喝了不会睡着，不会心悸。那你今天晚上也不用睡了，不会哦，心情太棒了。如果要睡的话，我们先到一些来到这边，你们自己到。很幸福。所以你看，做出最好的平安茶，咖啡棒，咖啡真的也香香香香，嗯。这里面呢，包括这个茶叶呢，是我们用最现代的这个生技产业哈，用现代的生技产业哈啊，用咱家的上特殊的这个去制茶，我用蓝灰叶，蓝灰叶是来自蓝灰的这个国宝，啊用咱在地的桑葚叶，好，啊个咱的过树，过树就是咧饲鹿的鹿啊树，好，啊过来就是姜，啊这四种制茶，然后呢我再用冬虫夏草的浸湿呢去做发酵，去培养，啊你好呢再过用酒蒸酒晒去解渴，好，我讲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这个。现在的科技结合古代的这个酒蒸酒晒的电子化，所以培养出这个啊，哎，不是它蓝灰叶。那最主要的是你把它拆开，把它这个制裁。蓝灰在蓝灰国宝里面，他们这个国家把它内地他们国宝，他们长期在使用这个蓝灰叶，身上的文明病都没有，这是惊为天人。那么在20年前呢，台湾人才。去把它引进进来，日本人去把它发现，台湾人把它引进，然后我们就种在这个地方，我们都做有机的，好，然后对，我们种这里，然后那个桑葚叶，光是这个桑葚叶，日本人呢有一个很深厚的研究。桑葚叶，日本把它定为他们的国宝，哦，那那个很多的现代文明病。包括血糖、血压、胆固醇，包括你的内分泌，包括钙质、骨质流失，桑葚叶真的是100分。蚕宝宝是因为吃桑葚叶，所以它是全球陆地上植物它的成长倍数最高的动物，它的成长倍数达到60几万倍，从卵到结蛹60几万倍，在一个月的时间。哦，就它的成长速度的、那個、对，是第一名，因为这个桑葚有很多里面很特殊的成分，对对对，营养的对。然后这个姜黄，哈、哦，姜黄是联合国推荐台湾人对抗癌症唯一的植物，叫做姜黄，它能够对抗我们这个文明病，台湾有很多现代的文明病，哦，包括这个我们的血脂肪。还有我们的血糖，就是糖尿病，这个种种的这个文明病呢，姜黄，联合国推荐台湾人，在用姜黄在保护身体。很可惜，台湾人吃姜黄不好，已经传给你了。印度不好，后来才研究，原来呢，姜黄不溶于水，它溶于油，溶于水。老祖母已经教给我们，我们没有去注意。我们在煮那个姜母鸭、麻油鸡，你是不是放麻油、放姜片？那个叫油脆，用油。它是
修复我们的肝脏细胞。它里面也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产生褪黑激素，也可以帮助代谢。错的，萧文成接那个青山大使是接到他们的保镖，他说我们的那个青山大使在前面，不是，那一看不就台湾人？没有啊，他不知道，他以为他说讲英文啊，他英文跟他沟通啊，他跟他讲说你不用跟我讲英文，你只是可以讲中文或者是讲台语就可以。老萧，笑话，老萧，我都会建议你五六月的时候来最棒。五六月最棒天气，我拍很多照片都是五六月，那个亮最亮的都是五六月拍的。那个时候外面都36度啊，每天都是36度。来那么多趟还会走错路，你看看。然后刚刚那个产业道路上来是这前面，前面接前面这一段，接前面这一条路上来。这条路上来。对啊，完全不一样。今天呢？20，还有一个一小时20分。所以你妈妈20岁就生小孩了。你们没有，只是私本温泉。对啊，去泡泡一泡，没有你会觉得很舒服。被经营，那只是他的餐厅被毁掉而已。应该你们应该去泡个汤。我们刚在那边呢。好了，200块而已。